我们来看一下洗冰的情况哈。右边的上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个呈三角关系的，不太队列不太整齐的。哪一个是智齿？这个是智齿。哦，上面有小黑点了，说明什么？是不是也是有龋齿了？同时呢，这个牙齿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关系的话，非常不容易清洁到。你占了人家的地儿了。是是是。下边的牙齿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在明显在队列的外边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这个队列是在这样子的，它明显有三分之一已经出去了，上面也是有龋齿了。啊，所以说这颗牙是应该拔除的。那么上面这颗牙呢，也应该拔除。